胃潴留是什么病？如胃医生特邀专家许君旺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。胃潴留呢，就是胃部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液体或者食物呢在胃部的存在一个潴留排空障碍。那么这个排空障碍分有两种类型，一种叫器质性病变，一种叫功能性病变。所谓器质性病变，就是呢食物堵住了，那么什么东西堵住了？那么为什么能堵住呢？幽门口过不去了。那么常见的原因呢，比如幽门口的溃疡、舌上球部的溃疡、幽门口附近的肿瘤等等这些因素。说这个因素一定要找到原因，给不穷的病因进行不同的治疗。第二种呢，胃潴留呢，就是功能性的胃潴留，食物进去胃以后呢，没有排下去。那么没有排下去原因呢，是胃的功能弱了，它排不下去了，或者排得太慢了，叫功能性胃潴留。这往往有胃一些炎症呀有关系，当然有些饮食因素也有关系。比如说呢，一次喝了大量的水，或一次吃大量的食物呢，胃过度膨胀，就像我们膀胱过度膨胀一样，也会出现肿瘤，到底是一样的。当然一些药物也会引起，比如说呢，阿托品呀、六五四二呀这些胃扩张的药物也会引起胃潴留。当然最常见的还有一些疾病状态，比如说呢，急慢性胃炎溃疡病的时候呢，胃功能紊乱，胃蠕动本身减弱，所以也会出现胃潴留的现象。